由我们的口味王追梦队对阵深圳新世纪领航者青年队。来，各位，来点掌声和尖叫，准备迎接比赛。OK， 比赛开始。来转换，张子晨，这一次，子晨为追梦队拿到第一个运动战得分。这边吊到内线，好的，看看又是小镇青年齐晨，齐叔拿下两分。齐晨在这个位置接球之后，背转身左手来做，再做，齐晨连下三分，漂亮，7-6，反超比分。而这边追梦队上半季太快，又是向泽和齐晨的连线，齐晨已经在内线拿到了7分。给到内线切入，漂亮！八号孙浩清，国青队的主力球员，他2019年带领深圳青年队成功卫冕青运会的冠军。马明坤，这边漂亮，来自马明坤的见缝插针。深圳青年队犀利的配合，帮助球队连下4分。刘洪博，外线小飞侠往前推进，漂亮的背后过掉肖勇，左手下 nice。来自刘洪博个人能力拿下2分，周伟豪迅速的给到李伟豪，背，不要给李伟豪一点缝隙，不然他会展示他作为一个控将真正的水平和爆炸力。李伟豪，这个球直接拔一个漂亮，哇！9号吴子涵2分打进，再一次缩短比分差距，漂亮！这一下没有打中，由马明坤再喊，再有一个盖帽，哇！这一次对于路易桑来说，真的是送到自己手边的盖帽，防得漂亮！利用一次掩护之后，3秒的进攻时间，撤步出手，飞，漂亮！6号于小勇，哇！于小勇身高190公分，是深圳青年队的主力。而这边转换过来，孙浩清1对1，漂亮！这次的转换展现了孙浩清强大的个人1对1能力。给到8号孙浩清，一位单打能力非常强的球员，这次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个人的单打能力。接的接应给到中间，看看李伟浩，对，篮下无人防守，李伟浩送上一记高爆扣。我说过不要给李伟浩任何的空间，不然他将摧毁这个篮筐。不，但是漂亮，八号孙浩清反应确实太快，轻轻的点开对方，再交篮下，哎，这下李伟浩自投自抢打进。27-25，八号孙浩清，再给吴子涵，看看在弧顶的三分尝试，漂亮！抓住机会，大胆出手，这就是一个射手应该有的态度。深圳队收下篮板之后，快速的反击，孙浩清给到队友马明坤，打中2分，漂亮！作为国内的顶尖青年队，他们之间的配合，甚至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哪。而这边深圳队再次快速的反击，于小勇2加1，漂亮！深圳队在这一场把快速反击打得淋漓尽致，32-27，领先到了5分，保持球在场上的传导，李龙哥跳不进来，漂亮！这球李龙哥打得相当强硬，好的，转移右侧，又是李龙哥，这次再打中，通过非常好的战术转移球。李龙哥无人防守，右侧打板33-34，个人单打能力强，投射好，这次直接交到内线切入队友，漂亮！来自孙浩清和9号吴子涵的连线。哎，深圳队直接把球救到了追梦队的手上，这有点阴差阳错。马明坤推得很快，给到9号吴子涵 ，nice！ 吴子涵3分命中。即使在快速转换当中，来自国内青年球员的顶尖射手吴子涵不能放过任何投篮的机会，命中3分。9号吴子涵，洪博
给到子龙，子龙再交李龙格，还是右边的位置。李龙格今天在篮下右侧非常吃香，这已经打中三球。李伟浩这下长驱直入，这球李龙格再拿进攻篮板，再来一个。而这边机会就给到八号孙浩清，来场上单打王孙浩清，无惧刘洪博强硬上篮，帮助深圳队反超，绕掩护之后给到基地队友，又是李龙格，我的天哪！李龙格单节比赛已经连续打进八分，在场上他对于篮筐永远是最专注的那个人，就是这么硬。周伟豪到前场回转身过掉一人，哇！周伟豪这下展现强大制空能力。赵浩清掩护之后，面对三人强投，单打王无惧防守压力，关键时刻单打必须上分。来来来，看看周伟豪在这个位置非常舒适，再下两分。周伟豪上卡，漂亮，又是周伟豪。哇！给到内线，这边深圳队内线防守漏人，李伟浩篮下打个时间差，往飞防守队员，这下让李伟浩在篮下迅速拿到两分。看看李伟浩，这次李伟浩在篮筐右侧低手上篮，两分再中，没有好的机会给出来。吴子涵空位三分，哇，漂亮！九号吴子涵左侧三分打中，帮助深圳青年队紧咬比分。转移球到左侧底线，而这边深圳队在底线漏人，张子晨绝杀小精灵，回应一记三分，你有我也有。看看一对一，背转身，漂亮！来自深圳队陈冠奇在底线的背转身的两分钟投，非常潇洒。看看李伟浩，下半场一上来，李伟浩相当耀眼。六号于骁勇三分还以颜色，马上回击 S4。于骁勇这一下出手非常果断，58-52。这边漂亮，来自孙浩清的传球，篮下还有队友在打中，又是于骁勇连上五分，孙鹏点开对方，这一下再给篮下非常冷静，来自孙鹏和七神的连线，60-56，进攻篮板，八号孙浩清的两分漂亮，孙浩清场上真的是单打王，个人能力太强，这一下打中之后还是两分差距。李龙格拿到篮板，这一下打中。而这边马明坤，马明坤强壮的身体保证了自己在进攻方巨大的优势，还在抢，这球子晨拿到，张子晨自己失去的自己要拿回来，帮助球队来到领先的位置。洪博给到李伟浩，李伟浩三分命中，bang！ 看看打上八号孙浩清单打王，这次莫金来单打王，就是要强硬，名不虚传，两分再中。关键时刻，孙浩清帮助球队打回两分。作为深圳青年队的王牌球员，孙浩清真的是各种进攻技术非常全面。这样。就是这样，深圳队反超了，来自于骁勇的从防到攻的坚决一投，让张子龙断下。这边李伟浩爆扣表演，李伟浩找到孙鹏，孙鹏三分命中，哇！孙鹏球场教科书，孙鹏三分关键一球。4秒，
三秒，胡博。交给启辰，启辰大范围转移，孙鹏无人防守，三分命中。孙鹏球场教科书，稳定输出，稳定表现。看看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哇！击中孙鹏。当你把孙鹏放在场上，要的就是这样稳定的表现。79-68，现在领先来到了11分，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又是孙鹏。孙鹏在场上就是表现稳定的一个代名词。孙晓琴这边还是自己来，这球漂亮。孙晓琴利用自己极强的身体控制，在右侧打板命中，这边子龙往里突一步，自己来，两分挑中。场上两个空位，对于火影王追梦队来说，哇吼，又是李伟浩。李伟浩这一次本场应该是扣了第四个篮了。追梦队这边强转找到谢广达，谢广达篮下命中两分，5秒，外线漂亮，好不好？陈冠奇三分命中，让我们恭喜火影王追梦队战胜深圳新世纪领航者青年队。